今天人不在，今天人不在，我就是老板，我就是老板，我就是老板。巧克力，那吃完这个直接塞在母子柜里。今天还有这个黄子云去，黄子云去日本买的，偷吃。我发现摸死的滑鼠有个很神奇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它的滑鼠摸起来油油的，所以呢你会滑得很快，然后就操作会特别厉害。所以它这个原来就是这个摸死的战斗力是随着它的体重无限上升的。你看它这个地方，你看它滑鼠壳是亮的，有没有？而且重点是它不是亮的，它是雾面的，所以它还是亮的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它上面裹了一层油。国伦老师，靠北，我简章又变回国伦。唉，但是我应该比国伦老师帅一点。国伦老师的胡子看起来脏脏的。安 blank， 最好是 blank， 看我战绩好吗？838好吗 ？blank 的话应该是388好不好？你真的要挑战我？你知道你现在打的人是谁吗？会怕就好。对不起。摸死比较疼 JJ 是这样吗？摸 JJ 现在是100%地球超地球薪水小偷。他现在人也不在台北，所以他也不会出席活动。他人就在这个在高雄，爽赚，还有钱领。他只要吃东西跟领钱就好了。他妈的，太赚了吧！你知道公司要被 JJ 吃垮啦、啊？我知道。不过一如我预期，我早就知道我签的是一个吃货。干，我没点到。妈的一个卡莎，天哪，别吃巴龙，重击不准，干啊，我都啊老啦。咦，我们试了一下，你以为试我一下就可以阻止我偷这个红 buff 吗？白金有国栋、凤梨，钻石有统神、球帝、台服好难爬。哎、欸，看你这个好有梗哦、喔！哎呦我操！哎，我喜欢你这个。干，我一只兵都没吃到，也太戳了吧！毕竟我加入魔镜为了就是魔镜会提供我就是很多的资源，让我可以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一定赖皮不脱裤子，屁呀、啊！谁跟你赖皮？不然这样，我这场输我就脱，好不好？不赖皮的，没在闹的，这场输。